门前儿啊，有一根电杆，上面有条高压线。很早就听说那里很危险，我怕它就像爬过的爸爸。忽然有一天呢，看到个奇怪，有几只麻雀，它站在那上面，前思思后想想，还是搞不明白，索性就把它当首歌哼了出来。这时候有个人拍一拍我的肩膀，回头望，原来是隔壁的街坊。我怕他就像怕我的爸爸。忽然有一天呢，看到个奇怪，有几只麻雀，它站在那上面，前思思后想想，我还是搞不明白，索性就把它当首歌哼了出来。跳舞着，